邓丽欣公开认爱王子邱胜翊，造成两岸三地轰动，大家的焦点忍不住放在方力申身上。因为女方和方力申曾经有一段长跑十年的爱情，当时金童玉女的组合被外交看好，但最终无法修成正果。不料18日方力申爆料，他其实早就知道女方新恋情。根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方力申坦言自己早在两三个月前就知道邓丽欣有新男友了，更见过王子本人。虽然他没有具体透露为什么会见到王子，不过被问到觉得两人相配吗，他表示女方喜欢就好，态度相当大方。说到方力申和邓丽欣，两人陆续合作三部戏剧，在2010年被拍到出国同游公开恋情，可惜2016年宣布和平分手。正当大批粉丝敲碗复合，邓丽欣却突然认爱王子，这可是让粉丝心都碎了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